俄军图负22-3战略轰炸机。环球网军事1月2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2日报道称，据摩尔曼斯克州灾难医学中心透露，22日在该州维索基军用机场硬着陆的图负22-3轰炸机的一名受伤成员死亡，死亡人数上升至3人。据俄国防部早前消息，1月22日一架图负22-3轰炸机完成例行训练飞行后，因突遇暴雪在摩尔曼斯克州硬着陆时坠毁，造成两名成员死亡，两人受伤。飞机没有携带弹药。灾难医学中心的消息人士称，其中一名伤者死亡，总共有3名死者，一名伤者情况严重，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原标题：红云工程技术验证卫星成功发射我国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新华社酒泉12月22日电，李国立、李霄帆12月22日7:51，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成功将红云工程技术验证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据介绍，这次成功发射的技术验证卫星是红云工程首发星，后续将以此卫星为基础开展低轨天基互联网试验与应用示范。红云工程是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研制的覆盖全球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系统。这一系统将以天基互联网接入能力为基础，融合低轨导航增强、多样化遥感，实现通、导、遥的信息一体化。用于发射的长征11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95次飞行。资料图片遗留在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色丹岛上的苏军 IS-3 重型坦克。图片来源于网络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网站1月18日发表了该报负责任编辑亚历山大·沙尔科夫斯基的题为《远东防卫问题依然存在》，向日本移交千岛群岛南部岛屿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千岛群岛包含56块岛屿，它们像一条锁链，长1200公里，将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分隔开来。对这个群岛的掌控，使俄罗斯可以将鄂霍次克海丰富的自然资源视作本国财富。此外，这些岛屿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果在其上部署强大的杀伤性武器和监测系统，就能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控制太平洋北部。众所周知，东京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包括大千岛群岛南部的若干岛屿，随着与这些岛屿分离，将它们交给日本，俄罗斯将失去什么？首先，日本及其盟友将获得叶卡捷琳娜海峡，它是最宽的海峡之一，水深也足以让核潜艇通过。其次，对俄罗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弗里斯深水海峡也将落入日本及其盟友之手。第三，东京将可以对俄罗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边界提出质疑，同时美国海军的军舰将有机会穿过鄂霍次克海中部。第四，美国必然会趁机在上述岛屿部署自己的军事设施。顺便一提，从宅桌岛北端到方便俄罗斯战略核潜艇穿过的罗盘深水海峡，距离仅有200公里。倘若美国把宅桌岛变为不沉的航母，则俄罗斯在太平洋战略方向上构筑防御体系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资料图片：俄军武会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
试射天王星导弹。图片来源于网络，在做出把千岛群岛南部岛屿移交日本的决定前，莫斯科应当考虑此举所有可能的后果。首先，日本对于不在岛上部署美军基地的问题总是含糊其辞，只说我们会尽力而为，这已经值得警惕。其次，美国人对于不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本网住设立基地，也没有给出明确保证。在未达到地缘政治目的而操纵精英的能力方面，美国大概超过了所有国家。这个技艺他们是从英国那里学到的。在与日本对俄领土诉求有关的事情上，他们善于将事态的任何发展为己所用。拒绝让出岛屿意味着日俄和平条约的签署将遥遥无期。后续的事态可能会朝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种方案是俄日搁置后者的领土诉求，渐渐靠拢并共同发展岛上经济。不过这只有在美国突然放弃对莫斯科的不友好政策，或华盛顿与东京不和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两者的可能性都很低。第二种方案是保持现状，但双方将继续如今已在进行的地区军备竞赛。第三，华盛顿将迫使东京与俄罗斯发生点状和混合武装冲突，届时美国表面上不会参战，但会暗中支援自己的盟友。由于日本没有核武器，预计莫斯科不会下决心动用它。在事态的这种发展方案中，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严重拖累，因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和纳霍德卡港将被封锁。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太平洋相当一部分海域的海产品捕捞和自然资源开发都将困难重重。假设东京在某个时候决定武力夺岛，以日本自卫队的风格，他会突然让两栖部队登陆并夺取心仪的领土。俄军驻南千岛群岛的防卫力量薄弱，面对日本舰队的现代化高精度武器和火力，英勇精神在这里无济于事。还应考虑到俄军无法迅速向岛上调集必要的后备部队。由于远东地区运输系统现发达，从大陆纵深向沿海地区大规模调兵将十分困难，也可以走海路或利用运输机空运到达岛屿，但前者将耗费大量时间。至于后者，可供运输机着陆的唯一机场位于宅桌岛，而根据前面的假设，此时它已被日本登陆部队占领，要把他们从岛上赶走，光靠太平洋舰队和东部军区的兵力可能不够。俄武装力量当然可以向日本本土发动导弹袭击，但在没有登陆部队登岛的情况下，此举收效不会太大。对莫斯科而言，更简单的做法将是放弃军事行动，开始漫长的国际诉讼。新华社莫斯科12月30日电，记者利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0日表示，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俄罗斯将采取回应措施。根据俄外交部30日发布的声明，拉夫罗夫在谈及俄美关系时对俄媒体表示，美国将俄罗斯看作争夺所谓世界政治领先地位的竞争者，俄罗斯始终处在其压制之下。谈及联合国大会21日投票否决了俄罗斯递交的保留中岛条约决议草案，拉夫罗夫说，美国表示将单方面退出中岛条约，欧洲对美方这一立场尤其反对，但欧盟国家却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时追随美国投了反对票，事实上就是支持废除中岛条约，支持美国在欧洲部署该条约所禁止的导弹。拉夫罗夫表示，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俄罗斯将采取回应措施。
在提及俄美总统是否有可能举行双边会谈时，拉夫罗夫说，俄总统和相关官员多次表态，俄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在平等、相互尊重且互利的基础上举行会谈。他说，俄方清楚